你把那啊端功夫倒提下来，然后对三步一步，然后三步一然后，而且三步一变成你那边勾的这个三步一那进阶，那现在开始变哈，啊先地线，天地线，祖先归于祖先，祖先归祖先，是归一金本。是归真佛，祖归一家，就归一家，都却祖性中不显心，都叫祖性中不显心，即道心，即道心，偏却心，偏却心，妄妄心，妄妄心。空空心，空妄心，偏见心，天人心，慢他心，慢他心，邪见心，邪见心，空格心。妄觉心，今一切时中不现之形，有一切时中不现之形，相助见机构，相助见机构，不说他人好恶，不说他人好恶。是自归依，是自归依，相思下心，相思下心，可行相见，可行相见，即是见性通达。即是见性通达，境无地界，境无地界，是自归依。是自归依。那这物件吼，做咧讲，即个人做重点。其实咱重点还是三点，因为伊咧讲就是讲，即套经典叫做大乘经典，啊，大乘经典伊要讲自性。啊，其实演化出来的物件，拢对自性所演化出来。啊，所以呢，伊头先有一个皈依三心论。啊，这个三心论，咱有平时咱人去了解，咱就是三心论的内底分了，咱来讲作者的这个怀疑。是这个三心论，哦，三心论皈依三论就是，哦，这个叫做高相论三不论嘛。啊，其实来讲。伊是咧讲皈依咱自己的三心佛，咱自己的三心佛是讲啥物件？当然，咱自己的三心佛，伊变成讲皈依自性，皈依无妄佛心佛，甲皈依千百万个化身佛，这个三心佛。啊，这个三心佛，你即马头先看一看，哦，咱要注意吼，自性皈依自性，这叫做圆满个性，有无？啊，来，即个叫做千百万化身，有无？明白。啊，计这物件是讲啥物件？伊是两个公平，这个物件是讲叫做自性，这个自性，自性，哦，这个自性，啊，因为自性，就是咱人的这个本源，本源啊，伊所有物件来计当中。无离开这个本源，哦，啊，这个圆满，是不是叫圆满？圆满，哦，这个叫做啥？这个叫做地，这个解释叫做地，这个解释地，后者叫做千百的，这个物件是该了解了清楚了，千百的变化信号，这个三信号。这对哪人？对心，对心，或者开始对变化，或者开始对变化。啊，因为这个主线，伊衍生了圆满甲千百万。啊，这个主线本来叫做空，叫做空性。哦，这个主线本来空性，但是伊空性了后又空，所以空里有空。就是真空，因为空里不空，但变成了妙用。所以，如果若空，你若接空的话，啊，你若一个接，能够断空，马上跟着断灭。所以，这主线在这当中，一个化，虽然无一，它是无化的，一虽然一不化物件，但是一是无化的。那来这里看看的地方，咱去解一下它。大家好，你有自信无？
方便嘛，是不啊？啊，若无事情，你来坐车。哦，但是恁无法当肯定的事情哦，但是恁嘛无法当确定的事情，但是恁嘛毋敢承认，讲恁无出息。啊，若恁无出息，你会怎样？哦，你是，所以这个主线是空线，但是无法化解解释，这叫做妙理，妙理，妙理。因为你我拢用目睭去看，但是因为伊个看，所以叫做感受，叫做感受，叫做感受，伊叫做感，它是个感受，伊叫做感受，变化了，对啊，啊是那变化，我感觉，我的感受，啊是什么样的感觉？你比如说你那边，是安尼叫，是因为你有一个主线，这个叫做本源，这个活化，这个叫做妙用。好、哦，一个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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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呢，所以人们把它称为一个空性。哦，奥兰空间的本源，奥兰空间的妙用，都不能去动。那基本上的动也是这个物件。这个物件是讲啊，我你有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天赋予你的一个物件，啊，这个物件叫做自信。啊，这个自信在性命有较低，啊，在凡夫有较低。所以圣经来讲，不增不减，不变不息。哦，不生不灭，是否空中无相？这个自信就是讲这样的物件，所以一切物件拢为这个物件演化出来。所以你心中生要讲这个物件一切。你若一换换咧讲，有阵你感觉怎啊？怎会去听？所以一定要伊这事情要先做解释，哦，安尼当对这个大乐来讲非常好。啊，这主线就是伊，咱这个讲起啊，哦，主线归主线，能不能记啊？啊，伊当有一个弯弯过线，这个弯弯过线是讲哪？能讲？啊，这地位，这地位得出来，当然这地位嘛是对这个出来，地位的追求是出来，但是这个地位，哦，祖先有一个叫做地位，一个叫做地位，啊，一个叫做地相，一个叫做地相，相，地位，哦。就是咱对空性所流露出来，这个叫做清净，清净，这个里面的无量，无量的里面，这个地方叫无量，它清净无染，所以你知道吗？一丁点如千里啊，它一点一丁点来，大概就是万万的都相对。啊，就讲一丁点组成所流露出来的物件，无去难受。它是无量寿的，但是现在有一个叫做地性，这个地性完全开始叫做染浊的，染掉的染浊啊，叫染掉，这个地性叫做染掉的。它现在叫做地性，咱近代讲的这种地性，现在呢，是地性点，叫做上升的地点，高修正啊，高比较啊，你讲预测的，哦，这样一个地性，哦。所以咱才讲计划比较，争取到什么地区的哦，就是地形。所以每个这个世界，那么这些材料，这些材料量就对了。所以你既然我是讲你量就对，你有一个观化，就是无化。因咱你这物件，伊也得有这物件造成。先造成你，好、哦，我来讲一下看看，这个囡仔。啊，生出来，然后祖先，就跟你讲，祖先都一体之一啊。祖先就生那个婴儿，婴儿，伊要成因啊。但婴儿就天真嘛，伊叫做天真嘛，对不对？现在呢，那个婴儿叫天真无什么，他无邪嘛，伊叫做无邪嘛。哦，无邪这个邪嘛，这个邪。这个邪开始变偏，偏啦，不是咱一般听讲，哦，邪
邪邪的意思，它不正，伊无一直进化，一直偏，这是邪该存在。这个囡仔，囡仔天真无邪，因为伊天真无叫偏激，哎，那是那么叫偏激。哦，伊就讲袂差，欢伊就讲欢，伊就好啊，我发表伊就爱啊，尿尿伊就好啊，哦，伊是咪？婴儿因为性是太单纯的物件，伊跟白天结果，咱就想咱进来讲安尼，哦，身体特别舒服，咱阿在我都家己，家己我都惊啊，咱看咱在惊惊啊，是不是安尼？惊啊，你讲我袂看，我都了我会惊啊，你那边，了就是了，看就是看，是不是安尼？落就是落，因为伊拢无经过。这个色，我如果这个色，你要经过色，这个色才见啊。啊，因为伊是无时啊在吃，这是作业吃的物件。哦，伊就产生条味道，叫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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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水，这叫做哪？这叫做树叶，这叫做树叶菜。不树叶如何？当然嘛，做树叶。现在你也袂吃啊，对不对？所以这个秘密，文化是一个字，但你这个文化是文化，什么文化？因为这个物件，就这个心，这个人，这个心，这个心是不要必须来，必须要有，必须要有。所以你，咱要做一个主性，因归于主性，归于文化，归于主性分，归于文化个性分，啊，就是讲，归于业意识的，一就是讲。一就是讲，你要相依相依啊！你要什么？含这个文化来相依，含这个祖先来相依，含先爸爸的化身骨来相依。咁就 OK， 就是你爱含听社会，哎呀，你若偏去，就拢叫做邪呀，偏就拢叫做邪。啊，所以你那个祖先来对当叫文化个性，或者对当叫，这是因为那个回归。因为这个是因为，哦，为什么这个是困嘛？我这个是困嘛？心情这是困嘛？现在呢，啊，人情就，那必须嘛，那必须就先，那必须要。啊，所以后边咱该说就是别按照你是要得到，不可以该说的是有害，别当讲到你后边别当讲到完全拢总无这物件，完整啊不完物件，就是拢总归。但是当然，若做会，袂当把属性上的物件，6800万伊个面积少，比迄个属性上物件做得更好。咱个属性上物件做得更好，无可能，伊是讲着一个代表尔，安尼听我意思啦吼。伊无法度完全讲到咱人个毛病，每场物件讲到足细个，讲到到一个会当讲个物件，就是种物件，安尼讲个是。伊是讲一个后壁，讲一个代表的。啊，所以呢，伊是即马，伊你有一个青年，我讲者文化个性，到一个千百万块钱。啊，千百万块钱是公司里面，我千百万块钱，伊是讲叫做闲，叫做闲啊，叫做闲闲啊，啊，是叫做闲，哦，闲就是讲。变化，也是叫做变化。因为你一个人，你若有变化，你想过去有得有三个微笑，有变成将好，变成将有三个微笑，心有无量笑，啊想无量，各有轮动的。啊，将变化出来，将你变变成有变化，为什么？哦，伊现在变化这物件，当然伊要受着，伊要受着，哦，这个哪样嘞？伊要受着邪魔，要受着这邪的物件，那变化出来。比如咱今日，咱来做做安那比如，咱过去，咱就是告诉咱在讲讲，伊在许有一个人当中，啊，一个山下，啊有两个查某囝。哦，这个摩西的时阵啊，那关系很深。
是伊山要爆炸，后尾诶，刚好是这个老师要画，这个老师山要崩，啊，这个山爆炸，但是伊咧讲，哇，这山爆炸，你哪会走哦？啊，无，等下要山爆炸，啊，恁哪会会要会死十个人？啊，你要办结婚呢？啊，你讲这个老师以前啥时候爆发？对不对？啊，所以伊今天跟你讲话。伊死了，我了后，我把新娘领走，我走了。到某时，我说他崩一下，崩一下，后当天吼，当我就是哭，啊，咱那去，咱那迄个，迄个叫吼结婚的喜酒嘛，规个拢叫迄个哪，拢叫山，迄个哦，迄个叫岩浆嘛，我去带。我头得到我保护我，保护我，吼，啊，就是一点羡慕。也是叫为化，啊，是种变化。哦，所以观世菩萨，那你这两个，那讲发起之战吼，哦，一点，如果强势一点，那也不强，哦，也不强。啊，这嘛是一种变化。哦，啊，因为咱今现在讲到这无形的现论，有点像咱变到讲，咱那是阿弥陀。但是这个讲有形，有形就是干嘛？你有变化无？你有变化，你这个大人就变化嘛。你去功德，你有啥子变化？啊，你以前先做就是变化嘛。会变化做魔鬼啊，开人放火啊，会去变化邪道啊，啊，会去变化做佛事啊，啊，做善事嘛，啊，这样子变化嘛。啊，但是因为这个牵挂嘛，你发现会受变化一样，就是讲因为对你的主性会受变化所以一样。就是好的物件，迄个东西，我先菩萨，因为伊要度者，我系就是我是度者变成了。啊，那安尼，但向伊无去变化，变哪样大？地上高，高地个蛮高，啊，实不实惠？那个不变化，变哪样大啦？但是度空无啦。但是伊是事业原因，唔可能今日去，这个变化是千百万，但这个幸福。心会变化。你今日去讲释迦牟尼的话，你讲释迦牟尼佛的话，你就变释迦牟尼。你讲观世菩萨而已，你就变观世菩萨。哦，你讲什么菩萨，你讲什么菩萨而已，你就做什么菩萨。又是主性变化性的，哇，都是在变化里面。但是咱起码是个变化啦，因为这个两个，这个哪一，这个该谁啊？该谁？这个地方啦，这个地方因为你我们做事，我就介绍你讲，你今天你这事情叫做变，那第二个是变，这个圆满报身份来讲叫做哪？来讲叫做工具啊哈，工具。用。因为这个行我，比如啦哈，有边有功夫，他这边讲啦。这个功根呢，叫做功用啊，功用。好，你今日去变，一定要有工具嘛。我这个功夫啊，你变安怎的当中，心变安怎，变有变无工具，工具无变，那么是你的。但是变个工具哦，变啊这个器具有没啦？加入你当中，你怎么记得出来？不。功用嘛，所以跟光就是功用嘛。但是啊，功用就是有功用，那个主性加那个地位嘞，这千八百万是叫功用。你要讲什么呀？那就来做啦，这是功用嘛，不得已的功用嘛，这些是不是功用嘛？这不是你功用嘛？哦，所以给你以这三身份。关是一心啊，心，关是一心，性，
心、心、三者一贯的，这个东西是咱大学哦，较重要大学就是在讲。所以其实三心的其实唔是心的，啊三心的其实唔是讲外口三心的，三心的就是讲你内心的三心的。所以唯一自性啊心的，唯一圆满的佛心的，啊唯一千百万的佛心的，安尼听好啦吼。所以你后边这三心基本上是空间，空间物件，咱就老难报。咱来这是拢是咱学过的，啊，咱慢慢概念。我先讲这个概念，互恁了解了后，恁若慢慢会呐看这物件。其实这物件，拢总是一种动出来物件。其实迄种拢是一种的外流物件。哦，其实拢外流的物件。啊，外流物件，基本上来讲起来，这个叫做幻化。外流的物件叫做幻化。循环，一定的宽宽，什么叫做宽宽？这个全巧，观看方便，观看方便，因为这里叫做心宽，这里叫做心宽，不是实话，信仰，就叫做宽宽，宽就是方便用，方便用啊，好，那你叫宽宽，什么叫做心宽？心。心就是叫做真心，真心的物件，伊就是呐，它是无形无相。真心的物件，因为伊是无法通可以用语言，咱用文字去甲表现的物件。但是因为咱所有的方法，所有你这个世间所学的物件，就下面呐，要来理解心法。因为伊无这个心法。因为你无法度让你靠些习惯，这就慢慢变。这个话，这个叫做初感，这个叫做这个第一感，体验，啊，这个是初感呐。哦，你初感到体验呐，哦，这个体验，你初感到体验，这个体验就能够叫做天堂。比如了哈，但是你比如你，比如此按到彼岸，你应该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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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啊这个河，你我能钓回来不？哦，你干部就做好了，你咋晓得？但是你有一只船，船啊哈，这个船，就是你里边这船，那你出来那怎么起来？啊，这个准叫做哪？工具嘛。而且呢，咱所学的法，这物件，这物件，咱这物件，就是咧工，这个工具，是咧靠批来，靠批来的一个工具。跟你讲起来，你若有法当直接放咧这里面，都免麻烦的。所以跟工具在这上面，不离跟工具对啦，对啦，很难分出来。你跟必须。依我说法，如法如教，法相应相合。我们这个逆境必修啊，比如你这必修啊，你听逆境必修依我说法，就是一条的方法。哦，如法如教，如法法法了就是白啊，如法如教哈，预则如法如教法。用这个牌来做比如啦，哦，我想，但是因为你这个牌啊，你这个牌啊，到处啊，我想印象你已经对这个物件靠这个物件，你靠体验啦，你就会知道牌对。你若一个牌对，你永远都袂当去靠牌对去听。所以如法如教哦，听好哦，法相印象，法相。我想印象，印象，何况明白，这个法就爱下雕牙，何况规划，意思就讲，下当，我咱修菩萨的法，就爱下雕啊，
何况毋是会当收，我煞着禁爱去去掉，禁爱去可能，啊伊伊经无经内底来讲一句，讲欲心出邪，即着妄言正是邪；欲出法相，即着妄言正是邪；欲出非法相，即着妄言正是邪。我想印象我很快，因为今日后壁我讲。欲出非法相，就是讲空。哦，欲心出邪，若生取相，哦，若取法相，等于讲，你果相、人相、众相、受相，那你发愿出果相、人相、众相、受相，这个爱相，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我拄则讲的差的，一只船啊，一只船啊，你可以定位到这批来。但是你讲你出发批个，你来放掉伊，伊我这是在放掉伊，因为众生就是共同的结局，共同的结局。啊，哪样安尼？你只摆下坐火车，你讲话，但你今个坐摆下电，你唔对，安尼唔叫做结局。啊，你已经合法，就是照着这分机，我你合法，合法怎么办了？你只分机唔办，啊，你这面分机啊，分死。说何况未法，何况未当互你度过生死河的，你就爱写一条。因为当然，这句话内底道理啊，咱正清个解释，不过因啊，那么啊，所以呢，因为咱头啊，就着这个这因因缘来去做个比喻啦吼。来，咱就来讲来讲个一段了吼。先地穴，先地穴。先意识就是咱读作业，你讲，你大家啊，自心归于自性，什么叫自心归自性？意识，自性甲自性两个物件。自心，自性，叫做分别。自性，无分别。这个来说注意哦。无分别，甲分别，你若真正，即是叫做无分别，无分别，是叫做显分别。有这两种啊，自性是一个分别，这个分别也是无分别，无就是讲，众生无分别。你今日爱显分别，叫做哪？叫做不了分别。因为不了分别，明显法，明显分别，出发上就没有得到。啊，做来讲，明显，明显分别，出发上是法相。第一。你若做黄金，有我跟你讲的吼，你会当明显分辨，什么是显分辨？显分辨，换一个解释，叫做逻辑分辨，不是无分辨哦，要听好哦。无分辨，就掺着石头，就掺着木蕉，树木不是有相貌，伊无分辨哦。所以，自性归于自性，就是讲你今日你这个自性。用圆满这个主张，叫圆满地圆满，圆满地位。你这个拿起来，你若我们找这个，你得当归于自性。来，咱听，这个主心叫做圆满个性，因为伊有分别，但是伊无执着分别。我想讲一句话啦，冤啊！哦，众生是见物，见物而生心，听声而动心，这个众生。天人不见不生心，不听不动心，咱听好了吗？圣人是见物而不生心，你听物不动心，咱听好了。
这个叫做善分别。啊，就是讲，伊今仔日伊看到物件了后，伊毋是无，伊看得很清楚，但是伊袂去执着，伊袂去生惜。但是现今就是我茫看，我茫听，但是凡夫就是我听着生惜吗？啊，看着放心吗？眼见心乱，耳听心烦，安尼好啦，这个是见不见？天人是眼不见心不乱，耳不听心不烦。性人是眼见心不乱，耳听心不烦。安尼好意思不？所以对于这个主性归主性，就是讲眼见心不乱，耳听心不烦，这是这个主性到的归主性，到底安怎打归哪？看到了，梦想。哦，计较、比较、是非一堆，对不对？啊，哪里要归自性？要归自性，就是因为你的心内已经无有气氛、无有是非、无有对立，因为你达到自然、自然感、自然的法界、自然的法界。你达到自然法界，你会达到观化二心，你才能达到自然法界。啊，自性就是自然法界嘛。啊，你自性要归自性，你会达到自然的法界，你才能归自。虽然是不会，你做会到，你刚刚我跟你讲，是不是呢？所以那安尼，但是真的，那你把我当主心归于主心，是归于心不啦？哦，你把我当归心为啥？归你家己迄个心，因为你已经入去到你家己迄个内心世界，含迄个分已经相契、相契、相契，已经。自信甲自信是一啦，自信甲自信是两样啊。我来讲，迄个囡仔生出来，对不对？生出来了，因为换衣裳了，好不好？热换衫，哦，换衫，你巴肚也袂难好。伊毋是讲啊，我巴肚也袂好啊，我无换了袂好啊，毋知影，伊知影，但是他无落去。伊就是自然的覆盖，伊就是自然的覆盖。哦，啊，所以呢，因为咱今日，咱进，咱进啦吼，咱个心是念念做平安。真正啊，咱个心念念做平安。咱听一句话，十年，咱看袂。有影呢？咱一件代志听无甲伊，一世人安尼听无，看袂啊？伊个亲人心会。那个身体是很累的，非常的苦嘛。哦，苦嘛，那个物件清理出来，那个心，那个物件清理出来，真正清理出来呢，咱是死不了。咱无，咱袂计较、袂比较的人，咱袂分别的人，咱袂当计较、袂当比较的人，袂清分的人。贵呀！现在你把小，你把小镇修了，你首先贵是贵，不是讲你搁那杂杂的，不是讲你搁那杂杂的，修到就是真正了了你的世界呢。但是迄个世界，那是不同，所有引进门下来呢，修行在个人，干么是你家己啊呢？你家己人去现场不好当呢，不听这些话不好当呢，天道不要来操你，对不对？世界就是，叫做世界，你四大正西，我发一点，发一点不会不会呢？同时，请回去发一点，过年的那个时分啊，就两根回想做不厉害，我是自己发讲，讲定用做来呢，讲定来用做的吼，才好给人吼。啊，我们这个点啊，打到几点了？几点钟啊？我出来做工作了嘛？不是用做的，讲定是用修来的。内心平安是讲外形有得成结，建成是讲平定成结，达到当面的第三步。哦，迄个就变成讲，所以你的内心归自性，内心调平，你叫做自归依。后壁咧甲你讲，这叫做调平。曲，都曲自性，都曲自性，叫做不显性。这不显性，内底涵盖足侪个内容。这讲袂了，我着讲用微笑的了物件，你该用一个代表名，不曲自心的不显性。
这是因为啥？嫉妒心啦、嗔恨心啦、恶果心啦、贪妄心啦、轻慢心啦、恨他心啦、邪见心啦、妄想心啦，这物件是一个代表，不是安尼尔。现在咱过袂了，咱过袂了，什么恶心啊，什么弊？咱里面我上面发布一个变得你心啊，变得你心啊，这代表啥心？今年呢，所以大体感受。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讲，杜绝自信的不信心，把你自信中的反正有迄个念头好个，拢作一定爱归零，把你的自信中清净，这才是真正自信。该怎么讲？所以不信心，嫉妒，当然嫉妒，那么啥？这不易出来啦吼。这嫉妒话，你讲个人是把嫉妒啊，用嫉妒爱生嫉妒。这个你也分得足细级的呢，讲未了的呢。哦，哎，看到人好好的嫉妒，你想讲，哎，怎么代表？两个在卖迄个哪，卖早餐啊，啊，卖豆浆啊。啊，看到人的生意做好，哎，伊生意无人要买啊。哎呀，嫉妒吼，你知影，伊个套，啊，伊个铁道叫雷个声吼，伊个声好嘛。啊，对头，迄个，迄个长的，迄只的，我还有四，我们四三四，这些健康方面的，来对得起，那，包括迄个，后面的青山，啊，伊天天，他就做这样的那，家己这样的无耻的代志，这道，这道嘛，弄下面的感觉，啊，这道就作千分的这道啊，你讲不讲？所以讲这些人讲这道无分。哦，出世为玄妙呢，对不对？谦虚，注意了谦虚菩萨，谦虚是菩萨，你去菩萨啦，有钱人去菩萨有钱人，有势人去菩萨有势人，因为你无一个偏心，你没有偏心，偏变哦，喜欢偏定无路的，这个变，所以你看到人好。咱有认定，咱有实定，咱有误会，咱就是会去菩萨。不过因为这个物件，因为有菩萨，这嘛分得作一个少年来变。好，这是第一难度。我不信，就叫做我不断，念我不断。因为我们第三难度嘛，是不的，有菩萨有我相、因相、众生相、事实相，还有这个我心，我。人啊，我个人，我不断，讲我，什么讲我，我个骗人，讲就是欺骗嘛，哦，梦就是梦想嘛，啊骗人，哦，诈骗集团经常被查，诈骗集团好些啦吼，而且这啊做黄金啊，啊做拢用着一个文字代表，即个诶细节都很多，这个比较重要吼。去人，去就看无去，跟你讲，别无尊重啦。哦，看人无去，所以咱意思就是，人拢有一个自信，大家拢无好嘅人无较济，啊善嘅人嘛无较少。但是善嘅人拢会用到迄个思想上嘅名贵、地位、富贵、贫贱。其实呢，你看，我细小人不敢轻当啦，吼，这就是因内心产生了无平衡，无平衡。慢他心，慢就是傲慢，做人将傲慢、傲慢，哦，以前的平衡，人能放心啊，讲到傲慢，哦，没有什么傲慢的，一点傲慢就是内心世界，但是一识着，我认我做厉害。我认我做到，其实，咱讲人外貌不得天资必达吼，所以咱人唔能该轻浮啊。我记我过年那个过，年前，伊个咱要去台东吼，迄个滨海道路，要写你若经过滨海道路的吼，要写一个诗句啊吼，写人定胜天，连战天。人定胜天，咱人一定胜天。伊安怎讲？过去迄条路，
就是一定有人拍出来，所以就是人变色变。后面看见无？咱九二一大地震哦，那你去，你去哪？去看，那个所在，有几分钟名，四五千几人吼。啊，厝呢，咱咧，啊，都为了经济吼，一直到阿扁来执政到吼，到尾看见阿扁来付出一种人必敬天的吼。人必敬天啊，而不是人必色天。比如咱人爱个强一点，咱人来拜天，我讲安怎讲？我头疼。咱是古人咧讲，敬礼啊，吼。礼礼礼礼啊，是不是咧？咱是古人讲，咱个生活咱是高雅点个，礼礼礼啊。所以咱有啥人懂啊？有啥人傲慢？无啦。你这人跟他说的风气就袂歹，啊，咱若跟他说的，跟他，咱若有较歹，咱即条就变坎坷。坎坷不是因为坎坷，顺不是因为顺，是为了咩？哦，凡是人爱尊着神啊，尊着神就对，尊着去尊敬人，尊敬人，这才是咱的本质。所以呢，袂使忘了，下面，下就是讲。不敬虔，不敬虔就是邪的，所以你不加那些不敬的人，变成一套的，就是敬虔，正见，而且变成敬虔，敬虔就是你偏嘛，啊偏就是邪嘛，啊你偏见啊邪，你连个想法都搞不了，想个想法都不可能啊，那更小的想想，想想不敬虔的物件，似乎你不敬德的，套的还不敬虔。第一步叫做敬思维，第三步叫敬物，第四叫做敬业，第五叫做敬命，第六叫做敬经济，第七叫做敬量，第八叫做敬天。咱听听吼，这个八正道，啊，这八正道就是八圣道，八圣道圣人，这个圣圣。八圣道的信里的点到推，哦，八圣道的信里的点到推，信里那里的点点，这种信里的道推，是在三种信里的道推，但是里面点的细节的移民，那你不要讲这种哦，这细节足够了啊！所以这个瞎点，瞎点的偏，如果你点那个，那你念哪，歪曲不偏路，不偏路。因为修得很困，你修得很困，所以修好多都修得很静，所以会比那个高我们难，我们太高，你痛苦的修得，太高了，也变多点，发现修不难，也修得蛮好。那阿赞阿赞，阿赞没有经验，阿赞阿赞，你佛教修的这方面到尽了。他有一种也是静点，这是静点，哎，你这个想法是，不，你有一个触体的，那是我别人的。你等于静思维，等他静悟，就是静点，给我静点，哦，这是静静点，你这个触体的，是我别人的。不是呢，你把天看好呗，你用点神州话来把天搞的，搞的这个词典看好呗，你有一个触体，那是现在静点。那很多小方向，这是经典，因为修佛都练会了一点，就是佛的自见，这个佛的自见，什么叫佛的自见？佛的自见就是他就是没有偏，你往佛道走，你不偏，啊，你要偏的是往佛道走，啊，佛道不得的是哪？不得你的，不得困，佛练得过了。这个感，这个感，下这个眉嘛，下这个眉嘛，下这个眉嘛。啊，你今天这个讲不得，你也得爱，你爱有些静点，你爱有干嘛？要给他或者低点嘛，觉悟的觉就是我的自见嘛。但是你不或者低点，你就现在低点，你喜欢什么力量？我这个开始问，这个搞，这个的眉。你第几人做无好势，你就老去到第二人，甚至你要去买啊，一分三四五六十八，你第一条要骗，你
伊了三十四十五片拢，咱特别要变过来。所以这点咱一定要了解，相见是非常的重要。啊，你今日要收分多，你就要分意见。控制心，控制五万，控制今天爱心大风。嗯，哇，大风的声音。不过因为虽然以前的笑，但是在这个叫做内脏内。这个内脏，你即马家己内心，我这八项，我有对一项，我有对一项观点。因为这个的力量嘛，第一个内脏叫做力量嘛，因为你有内脏才有力量嘛，你有内脏你有力量去改变嘛。啊，你今你只听是拢看容易嘛，听我解释。啊，你对你内心自己改的，对当中你拢无家己去反省，这个内脏嘛，应该是反省。哦，内脏就开始就是反省，好、哦、反省嘛，是不是呢？我这世人，我有嫉妒心无？有嫉妒心无？我有魔心无？我有狂妄心无？我有偏见心无？我慢慢心无？我邪见心无？我恐怖心无？一一切心中不善之念，好、哦，一切心中，就讲心情。你有行对路，即个要讲检验，检验修道就是检验。咱听经，其实即个检验就是检验咱家，因为咱个家己若检验咱家己，咱哪能量呢？咱若无检验咱家己，要哪能量呢？咱是拜一世人，愈拜愈严重，修一世人愈修愈严重，因为你无检验你家己，因为你做一件代志出来了后。你不敢去面对你自己，因为根本就想不到。一年的几个人，我们列出来，那那是更惨。对，我公司我那想，对，你马上要知道。我跟你讲，对不对？你，我一年我说公司我那公司我说，那换新机会，一年一年出来，但是一年出来要你出一个这么个，但是每个这么里面是。会内疚，会内疚，但内疚的话多，但黑的是他，黑的是那个内脏本身。一家的心灵，那么愤怒、怒加愁，你唔知影？天人怒加愁，你知影？但是伊未明白，心灵一怒加愁，伊清楚。以他不及格，不全，性命的是难。啊，虽然今天学的是咩学，调节有品格啦，品格，有学着品格，那么学品格，那么学德行，高尚，那么学着有品格，那么学德行，这是你个人的代志。是不是？那么那咩话？那个有品格，没有那个德行，那时时刻刻那个你啊，那些感觉。重要呢，其实咱大家咪有咧关心咱人嘅多少，咱嘅人嘅多少，咱就是爱安做对嘛，因为这样做对吼，那我是输的，那伊不会说听做好了，我道理，我咧讲咱嘅实惠，你做代志都唔用失笑，我讲这样做下好，是不是呢？所以你嘅人嘅是要多少嘅，所以讲一切事中不先之言。别不为他讲，你们好，相见见面，我一个相助见一个相助，相助不是相他人，不是相我他人哦，相助这个人家的话了，这是你对你相，是一个对你内心世界的这当中你。哎，你一天你发现，你发现是，你发现你找你个边敌，你要往前面的敌人，不是去看别人，不是安尼，你去看别人，就是你的你在养无名，你在养无名，你今天去会当相助建立个你这个内造，因为你只能挑你个敌人，找你自己的敌人，找别人敌人跟找你自己的敌人是不一样。哦，咱今日当去原谅，会当去包容，会当去相见，自己个，
咱今日去瑞星世界，咱一直抱怨吼，咱今日去挑人啊麻烦，咱去找人别人问题，对你自信世界，你瑞星世界，你自信世界，我其实无帮助你啊。你来想看嘛，所以人做人来讲，相处要依靠，时时刻刻娱乐时间对你瑞星世界爱时刻去反省，看你家己，不说他人吼。把人和外面有关系，把人和外面有关系啊！你在做地块，讲把人讲的，讲把人的是非啊吼，讲把人是非啊，讲把故意的，然后如果如果在了，如果不精，而且呢，精明啊，你喜欢，你喜欢，所以呢，恁拢想要爱讲把人是非，但是恁真正。无法度人听别人咧讲咱个是非，咱若听一句，别人若听咱，别人若甲你讲一句，即句话毋是真讲个了后，是别人在遐咧做，做到你耳旁来哦，你也是为世界而变。嗯，我也理解不了，你内心世界是这么没有力量，咱若是为甲你讲，你做好个哦，我伊个厉害，那有力量，也是没有力量。咱听一句好话，好。听一句歹话，你气到要害，迄种总无力量，安怎无？你要来管一个，你不要要写你老公出面，你当肯定宁愿跟你嘛。其实，咱甲你娱乐，你也同时；咱甲你陪伴，你也同时，就是两边界。所以，你内心世界不尊重啦。所以，不说他人好，安那是真严规。做规矩就是讲你家己的代志，你也该救伊嘛。你爱家己即阵啊顾好势，除非着你爱把你即阵份顾好势，你然后你内心世界即阵份都去念念的。家己若真是人靠你看吧，啊家己若吹哨啊靠别人去靠，你听意思无？嗯。就讲你家己即个顾好势，别人的安怎含你拢无关系。别人要上天堂，要上地狱，家己连这点话都听无，而且你家己都。你这两条，你都管。所以哪样嘞？两条，那个情况呢？修道，不是纸上谈兵。修道，你这个道理，你这个两个对吧？修道是真正面对咱自己去改变，变好咱是一个凡夫，要变成一个天人，然后这个天人变成圣人，那叫做成佛。哎，那是真正对有帮助。那无，咱凡夫怎？咱缘分对吧？先生，我先问你，为你做在心里人是谁？咱到底是叫谁？因为咱无同学，咱若讲一句话尔，你心中咧调变变，好，人总无欢喜，拢是想要，伊讲咩话你好，我拢想要，想要，你来看迄个振奋节目吼，尤其今日上夜时阵，你真正看得到。看过意思嘛？那个看那个物件，其实那个好玩的啦。看别的那个啥，因为写不掉。啊，因为那偶然的惩罚，啊，那亏钱的是，啊，没有把你打倒，我就不会变成一个，哦，我就不会变成一个，哦，哦，得胜一行啊，我要就是要把你打倒。所以看个物件，实在是。所以咱咧修行，咱咧嘛，迄叫做叫做什么世界？迄叫做修行的世界。所以呢，后边来讲，迄叫做准备相处下心，破人根本。相处下心，相处下心，就是讲你利用时间，你只心爱啦，爱很清醒，爱做平衡。好，好啊，当看到了。好入大门入来，你的心就入。我想讲的，我不给跳完入关啊，唔是徛在咧跳，我若徛在咧跳袂，我若过咧装备，我跳袂出来。咁只咧，说过咧跳袂跳有关啦。迄个七啊，咱前咧讲的是因为黄金的倒碎，每一个分叫的倒碎，伊每一个头壳蛋蛋。咁只咧，伊无迄个羊啊，羊还要打个八七啊，哈哈哈。迄个叫做。
今日来当上师学习，咱小物件足欠伊，这个老师也无简单。咱常讲一句话，一罐水若变袂清，半罐水硬真好清。你拢无物件，半罐水是真好清个，你听无？规罐的水你若变方袂清啊，反正咧，信任伊袂甲你计较，袂甲你比较，袂甲你比长论短，真很多信任袂甲你。不能便宜，你有信任，对，那才有啥？你看到我，接受，好啊，哦，接受来去，我一去是啊，接受来去，接受，接受唔简单嘞，你讲听我接受话简单嘞，你不接受，好、哦。今日去玩呢，但是古日呢，伊就受不了呢。苏东坡人想讲的，继续听完天规不教来先把握不到本尊之境界。今天呢，稽首天外天，回光照大千，生机诡异，遇衰不克。这个根本不管他呢。你在那玩面，那玩杯瓶，你在那球，那拿鹅肉，我拢懂，你放心呢。我一在手，看到一个草花。像这放屁干，对于这他妈对的，说到混的痛苦啊！一天到晚不认识话，咱们这个人很痛，一天到晚吃亏嘛。啊，这个都无物件，咱就到花出来嘛。八方全国同一笔同会个啊，下面的标标，说到混同会的话就讲，我听我们这大会，说过呀，你看到我，看到我，看到这多少个，这个天。所以咱今日受到人要甲伊讲好话，咱有歹甲要死啊！咱若甲你讲无好听话，咱有气甲要死啊！听好听话，气甲要死啊！听歹听话，气甲要死。所以这个讲，今天就讲这个，这是好，这是。所以破云永劫，复兴。咱就对什么人，咱就要做恭敬心。我恭敬，我不是对我的前辈，我不是对我孩子，我对爸我就会差。迄、那个破形就是讲，你认什么人，你完全对人拢歹做。唔是讲有钱人好，我就一个当官买来；，那无钱的人，我连要参官买来，唔是这个物件，这个叫做误会。好友恭敬，换一个说叫做无分别。信任，比你看到是内心世界迄个自信咯，不惊不惊不不信。万物看到，就是有哪个富贵贫贱同好，万物看到这物件。所以，因为咱若做来讲，好友恭敬，就是你一定爱有大家拢一视同仁。那安尼当中呢，即时建设同德，即叫做同德。通达就是无碍啊，通达叫做无碍啊，通达是无碍啊。是不是呢？现在有爱，有爱，爱换一个叫做做，做白啊，现在有做白，通达就无做白，做白就无通达了。那么是，我今日去二十分山，你知啊？你阿母啊？这到底？我个手机遐狂，哦，遐惊一万四千几波咯，一万四千几波惊几年？你听无？啊，你慢慢啊，我惊我手机惊一万四千几波，啊，是啊，一万四千几波，我惊我家己拢唔知，因为工课一底下袂好势，遐袂好势，怪手来，无叫阮做做，我等于了后后半日才还要继续咯。我一个哪呢？我一个最高头，你上少的时候就不然你就一千，你贵个拢懂啦，贵个拢懂你贵啦，你起码贵啦，你人人你也贵啦，我说个贵个迄种啦，你最高头都拆掉个，我拆掉这是东西是今晚是做干无看人个呀，我做干无看人个啦，哦，
我怪即个个后面念，叫做个根本个地方，就是一轮本金啊，我对迄个坎都拆掉。哇，一下就我就无带了嘛，我就把迄个做最上个以前是讲，我交代互伊，我阿仔嘛，伊家来处理，我阿仔就先来，伊讲我阿仔你行迄个计划，哦，我还讲起来，就是要拆掉。拆掉，叫紧拆掉，啊！你小水紧拆掉嘞，那做毛病，那做毛病拆掉，好对好对，咁是了，哎，紧贵啊，万条好啊，紧，万万不接嘞，我紧万不接嘞，我们那个男人也好，我紧要麻烦，那底下水高多水哦，哎呦，紧嘛下水，啊，水有你叫，咱们吃完就好嘛，好啊，紧多啊。贵到天高，贵到地呐！我跟我去到我饿了，今天不饿，那时候给他啊，不是，哦，靠的是经济啊，那是毛病买太多，那是毛病的太多的，那是毛病的，不能在这里说毛病，我想想，我那不做了，我搞开玩笑啊，那不是一个姑娘，那是一个故事。啊，那个个性啊，所以呢，这个个性能修得变，就是在修和想太多啊，做啦。不一样啊，这个个性也是在修和想太多啊，做啦。那现在修和修的多少？那点个性，好，那点个性先不要主观意识就不要强。所以你在做过一些时候，表面好，咱就立得高的。所以呢，即件相同的境无必然是有的。啊，那安尼当中呢，你呢若通过以后有必然，安尼讲起，你已经达到，哦，无我无人众生所说。来，再说，何名圆满二心论？何名圆满二心论？譬如一经念如千里岸，譬如一经念如千里岸。一地零灭万里无，莫思向前，亦可不可得。相思以后，念念万年，就见本性。善恶虽殊，本性无二，无二之性，名为实性。无实性中，不见善恶。初名圆满报身佛。自性起一念恶。遍万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一行三恶尽。一字无相何体，念念自见，不是本念，名为报心。当然，这段话就已经讲到对自性所延伸的来，因遐不是两个，不是三个心哦，咱听好啊。因为六祖是给分做三段，遐个分解释。第一段是对你的亲情在讲，啊，第二就对你的弟弟在讲。第三方是对业变化的观，哦，思量恶思，即是恶行；心量想显出一切，因为你思量的第一思量，你思量了后造成这种变化，那这个变化就是先发生的。那今天有思量，为了将那个在杭州我所编制的做产业，那那思量我把它引到这个方面想，那你到底还有什么？刚才呢哈，思量就是变化。所以你你对你温暖了后有体会出来，我相信你行出来里面你照片，你一定一份好为先。然后因为你内心世界纯净，你温暖，你无乌暗，你光明。所以所以温暖不是我自个来讲，这个温暖不是恁恁爸恁华裔来讲，这个叫做啥？叫做智慧。安听啊，哦，因为这个智慧。
对对出来，这个地位就对主生出来。哇，谁该选？这个这个太阳，或者这个太阳的哈，好，啊，这边呢，这边已经出来了哈。它这太阳跟我，太阳跟哪哈？太阳太阳光啊！太阳太阳跟这个对着主线，这对着主线。这个、太阳跟着核心，那、啊、太阳跟呢跟着地灰，太阳跟着地灰了哈，跟着地灰。但是因为这个它祖先，这个太阳有离开跟我，跟我离开太阳不？跟我无啦，无啦。太阳我离开跟我，啊，跟我离开太阳。如果太阳哪里会跟咱大家的运动力在来讲话是有相关的，所以咱的这个太阳就是时间不离开啦，不离开这个，跟不离开太阳，这是这是一体物件啦吼。咱的祖先不离开地位，地位嘛不离开祖先，这是一体物件。哦，安尼听我意思啦吼。但是是按照这个太阳来对当中，这个这个上面下暗，写在上面下暗，因为当年上面的个天气这个昏暗啊，这个叫做云啊，这个云端啊，这个昏暗啊，你昏暗你也会天气的，就经过了昏暗啊。哦，因为那是海阔天空，但是你太你个飞机呐飞了到这个云云的下底，就飞了乌啊。但是我请问你一句话，因为虽然有云炸，叫太阳在变乌，所以那种叫做不增不减，对不对？不是，伊拢无改变哦，改变是因为云的改变，啊炸，但是云。这个混沌的炸嘞，这个混沌那个空间的呢，那哪能冰险？冰险，冰险，那哪个险？那哪个是险？这个险啊，不能卖掉了，然后这个，哦，这个是哪？这个哇，但是混沌好，好啥好？这样这个无关了，你听好。风啊，来个把这水啊杀个掉。风啊，我们就杀个掉。风咱个必有变成仙啦吼，仙人啦吼。风来把这个风化掉，把这个风化掉了吼。啊，这个风端就无了嘛吼，这个风就无了，化掉了嘛。啊，你这个更早了嘞，叫做上下。巨绵，小阿不明啊！啊，那那个千钢幽水是千钢关，万里孤就是万里天，安尼啦吼，叫做海阔天空。啊，今日你跟这回，我就用这个俗物来比喻，咱要讲起咱人啊，咱人这个物件，这个自性甲定位，这种叫做无变。但是咱的这品性、个性、这习性，这种叫做。叫做这个，比如有这个物件来，这个物件是啥？卡掉咱，因为我就讲啊，地位跟地位，地位，啊地相，地相，这两个是这两个是两个物件，地球，哦，这个叫做地位，这个叫做地相，所以呢。你若叫伊处理地位，啊，若转过来叫做地线，那你了叫做地线，啊，若无了叫做地位，所以咱若转来讲叫做转色先地，转色先地，同一个物件，但是你转来下面，那这个物件地位甲地线，这是同一个物件，但是这个色叫做强，这个弱，叫做。
色用地用，啊，这个地呐用，这个色地呐用，这个色用，安尼听有无？即个问题，咱即个就是看咱家己，咱即个是色较强啊，地较强，即个看即个。如果咱的色较强，越修就越修，啊，你敢有修什么关系？但是你的色，你的色难用，你拢会接受会包容。你有慈悲，啊！咱即个就是要问啊，啊！这欲这智慧，这智慧啦吼，人叫做啥？叫做妄啦，妄即慧嘛吼，吼妄妄心嘛吼，妄心嘛吼，啊！这个啊！这个心嘞，人叫做慧嘛吼，色慧色慧嘛吼，色嘛吼，色慧嘛吼。咱知影就是讲，这个色就是有这物件，这人去做鬼啊。这个地，讲，咱拢会用去，咱会甲你做翻译。那讲色会食风呢？啊，风呢？无可成功，哈哈，风无可成功。啊，要学风，要学这个风，无遐简单呢。咱一世人拢学色，咱一世人学色，咱拢学着。那叫做啦，养尊处优，养无名，养无名呢，就是叫贵嘛，无名就是贵嘛。那无人用的地位呢，唔过咱世间人，拢咧，拢作色的，拢无爱讲的呢。真正世间人无爱讲的，啊，但是真正要修我们，唔是啊简单，咱真正要修我们，咱真正要修我们呢，咱修会讲，还是不修？作奇怪，伊人咧讲感悟啦，毋是要修功咧修会得咧，真正要修功我咧，要修功我咪毋修会得咧。我咧过去我讲过，我有一间房咧单间哩，吼，啊房咧单间哩，一两百，迄个也叫单间哩，两两百。我去的时阵，伊就买迄个泡菜面来请我，你听无？啊在单间哩讲啊，讲。那我得病哦，叫我得病啊！来我家哦，我爱你讲，咱两爱好菜米，我们把这好菜米煮煮起来了，安尼啦。啊，我讲我比好菜米好吃。啊，我一届嘛，伊问我哦，我讲陈经理啊，陈经理啊，你求得比我久啊？伊讲啊，道长，我求得比你久啊吼。但是哦，我很笨，我很笨啊，很笨啊。要得病啊，什么？我笨还不够吗？还不够啦，我怕我搞你啊，对吧？但是我的修为略啊，你是我呆火类型的，你要看看的。修我的修为略啊，你是我呆，呆地用途呢？嗯，啊，现在是这些。如果你世间我想在这当中，你看到，我想你讲，一个黄金，啊，一个什么？你那一点金，小什么？因为你的黄金嘛，你那低点的是哪？那些黄金肯定买不来些，但是这些黄金要多点，那世界上的金，抢黄金还抢得多，大部分抢黄金抢了不多的，多这个人会抢多点。黄金钱来花钱钱来买物件，你除非这些物件世界我现在买物件哪样子啦？不过我心里倒奇怪呢，讲一家不两家一家怪人。丢钱出丢钱，丢钱出丢财，丢财出到丢到富有呢。这家不良财家，我来信你，来你讲呢，讲得就是根本呢，就赚了张七万金呢，啊财就赚了张七万六呢。你不是跟人家画表象，没有看实相，没有看真相。哦，啊行啊，你看没有进去，但是你得真正看没落去啦，真正看没落啦，你接受的人，你刚刚。客厅空嘛，这个叫空空，客厅空嘛，啊，厅空的树一定嘛，树空嘛，天空树空嘛，好，那看好你要去这里嘛，那看好你去那你来修为我们，啊，修为我们听得会安逸，修为我们听得会听安逸，因为呢，你看是贵的，啊，天空，天空是无变的，天空不爱贵啊，天空爱用心，无心知道吧？
安尼修王神咧，你安尼修个王神咧，虽然我听唔管那是对，但是我那是无法度去修。嗯。真正你那你作用咧，真正拍袂倒咧，真正拍袂倒咧。当然，当然啦。真正是安尼咧，所以咱来讲，我比如咱听话啦吼，就是讲咱年纪，我嘛过是要，就是一类，咱有一个属性。但是，拄着规规组织，啊，规完不是阮，啊，你讲这物件无？完了吼，讲到这你就知，这物件啦吼。所以拢是二组成左右咯。这个太阳，讲这个是对太阳出来的物件，啊，没有错。但是因为伊那边有，伊就是对外口的力量，外口的力量去力量，但是力量那个毕竟那个实用，但是那个实用那个。但是咱若搁互迄个地用起来，迄个是不用的。安尼尔，只不过咱在咧培养咱家己迄个地不用用起来，哦，安尼就对啦吼。所以呢，比如一点零就千年，一地零变两年，万年有个地方，比如啦吼，这譬如啦吼，一千年后啊，万年有差几岁啦？迄一千年后啊，我无理。咁只咧，一地零变万年有。今日，咱六万外年来，六万外年来啊吼，因为无真理，无真法能变，所以过去都叫做受教、受教、受教、教教化、受教化。咱如果受真传，我们没有说真传，如果受真传啊。那不是经，那不是道，那叫受教化，没有受真传，哦，没有受真传。所以现在没有受真传，你那就叫做单传嘛，单传嘛，还叫独受，那哪能叫真传？哦，所以过去孔子，他的南回，哎，张先生他的经注出他的名著的那本书是，对不对？讲起来，孔子那个世界上有，哦，别带，那是一家一般。所以，哦，北海到台湾去哦，哦，这是三个朝代，这个南宋的人，哦，是看我们代代相传嘛，哦，一个传一个嘛。但是因为咱即下当今的对佛法叫做末法时期，那我们白眼叫正法时期，这些分散哦，因为多年分散的，包括那两个。那过去不来电了，就开始臆想，开始轻视不来电。啊，所以给你提那个鞋，那个一贯北宋一点都料哦，身软如棉，动不了丝啊，下不了手，一地瓜，难洗的，看得怎样？一只鞋啊，一只鞋啊，棉还要洗棉哦，甚至一支手啊，几一两百两百哦，地瓜，贯到北宋。有救多嘞，那你当中生长能力，除了你无回电嘞，除了你伊那面的当中回电了啊，哦，冬天是下雨，一年我特别注意，因为温泉水个人受伤，因为一贯正法时期，正法时期，你这个正法，这个正法时期。刚好你国就是末法时期，你人老不要跟古代人一样哈。特别说末法是一种教化，正法是一种受真传。哦，所以给你贵体不得以正言是正，以国法你来变成作为辅助，给你修净化掉三百多年，那叫做正法时期。一个解脱，因为一我把你叫解脱嘛，那种叫变六法了，那得分了解解脱时期嘛。这个解脱时期的时候，因为迄个时阵得到了，因为得佛法无法，因为解脱时期，因为我把你，因为这么时期修理嘛，像我时期修理，末时期修理嘛，啊，然后末时期几百年嘛，啊，你几百年，你得叫末，你不搞个这。二五六
进当中，一斤要三千年，一斤将近要两千六百年，所以这种做梦的事情。啊，所以呢，人民当中就是说，咱贵气六百多年的话，但是因为伊即句话讲讲，一灯能烛千年难，一字等于一个人修掉，民俗来不愿意听，所以咱即句话讲，变人变二十万年听，啊，一点则灵。一点则免，那一点免嘛，最好。啊，这点，哦，这点重要了。所以你都搞，等到我想，你你你今天干点点点点，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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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点，我这个点心做，哦，心做，点心做，哦，啊，一年前点心做，一年干哪点的时间的红，红梅。点点的，一直做的，哇！但是因为过去要点做，弄得还是物件，这关点，点出关嘛，哦，点出关嘛，做关啦，这关啦，不会了点出完啦，不会了点出完啦，点出关嘛，好。但是我袂点嘛，即两鱼丸嘛啥物点嘛，鱼丸就是丸嘛，这一个官位啊，没有官位，我点出官嘛，只要点出丸，一个鱼丸，丸掉会使，丸掉会使，丸掉会使，安尼啊，有一个鸟啦吼，有一个长了一个官，一个官官印会使，但是过去拢变个呐。贵体，这是贵体的物件，哦，叫商人，哦，摩顶，哦，人家所以叫什么？叫哦，那贵体东西呢？因为那个就是，像你这个，哦，你这个偶像上嘛，啊，所以你这个时阵，拢叫这个皇帝遇到兵嘛，哦，红天仙子嘛，哦，皇帝到兵。即嘛做是靠，即嘛已经为过去做做到即嘛来，其实即嘛就是，即嘛因为咱做到上啊，老迄个老迄个遗传啊，老迄个传啊，如果咱两个在来变，哎呀，刚变也是主力是变一些，我你也不要说有何变嘛，哦，你想，哦，你想北部来对谁？你想花莲那边那什么何里变？马上看这个店了吼，啊，所以这个店是因为贵气老的，但是今麦当中呢，今麦就是讲，你一定要存一存啊，有名的店员书必须进啊，店主这些，啊，一点一点能力，所以讲叫开地位，开智慧开智慧嘛，啊，一地位贵的是百分公平嘛，才是讲，那句话点位我。哦，那反正我，安尼好，那就咱过来说，哎，点，好，一点则灵，一点则通嘛。啊，你是点，你当然，哦，过去是安尼嘛。哦，所以一点灵如千年啊，这个因为你的暗端老袂准，哈哈哈。哦，这个暗，是啦，这个暗，它不能够得，但是光归。这一轮条然后它就闭了，这水平是一季天平轮是一季五月条，所以两方可以跳空跳空。所以南京啊，什么的早点呐、啊，哦，哦早点呐、啊，这个还是正常的，哦，它炸掉的，对啊，它炸掉了。一点则灵啊，哦，一点则明啊，哦，一点则通啊，哦，啊，那你跟你那个那那个耳道相的来对方叫哈。这个行为嘛，我们来开工了哈，变慢了，开工天天开工，啊，因开工天天就是讲啊，那些手机天天开，所以就是讲一智能灭万物，啊，你一锤就是敲，这就变数就敲，哦，所以讲木梳用钱，一点不对，那么不是贵钱的事，你入学入法，入学入老师，入学入方法。哦，哦，地，地也那贵啊，哦，所以，也就不会投了哈、哦。
相思一方，哦，归位后边，别安怎把咱的方向，咱的目标，把它一向做变，念念观念，念念就是讲，这个念念就是讲无相关。你个不是点点内底无好迄个杂念去啦，就是你个不是点点完全是当中无迄个杂念，哦，无迄个叫做歹念，哦，无迄个是念去。观念就是不是，所以住点分析。那安尼呢？大家住点分析，住点分析意思就讲，你方达到你自信地方来这当中，无何杂念，无是非，还是扰乱着你的不是的念。那安尼当中，你的自信就强化点啊，强化点方面。啊，迄个叫做哪？迄叫做住点分析，所以叫做边境。这个名字变现，好了啊。嗯。这是这个我的讲，做点分析，两边观点。这个明星，做点分析的变现，一心，明星在变现，变现一点两星，明星变现一点。好，地中间，我来讲了，然后观念，来这方式是地方观念的区别。但这地中间刚刚提到，地方观念，根叫做明心，这地中间功夫叫做变现性。你今天地中间到底在看的，怎看的功夫？你电话来看到安尼，无避免看到，避免变现。安尼好啦吼，但是伊倒下了后，你才发现重点，发现重点叫变相。但是你若看发袂了，啊，但是你要变相一定要明心，明心才能变相。安尼好啦吼，这正道理是安尼解释。啊，咱今日时间啊，一时间唔济啊，那个不方便说太多啦吼。啊，好，老师，那继续。好，你做方面，你是真正讲的是这个心情，讲心情，那对你做对。好，你讲这方面得意，得意的这张票，那想到把它送来，那叫他怎么办？你刚跟别人怎么样？你今天刚心情怎么样？这样是一笔，然后呢，变身起三卡，变身起四，变身起三，变身起四。变身的不生，它变现的不生，它变身的是生，它变现的是生。哦，讲到这明白了哈。啊，接下来看咧各位在地，可以啊，你们跟做方面解说在这介绍。对啊，就来各位在先接地板，先给说好，谢谢各位。大众福音。感谢父前人慈悲前方一波尊大一通一般向菩提安五行三公里前大一波再一波三一波感谢父前人慈悲一波尊大一通再一波三一波感谢父前人慈悲一波实价向菩提安五行三公里前大一波在提供三提供不价钱的提供放价不钱的提供不价钱凡事提供不大提供在提供三提供不价钱的提供放价不钱的提供不价钱凡事提供好，大家好，他们谢谢